穿着红条白长褂的小腿饱满，丁贤踩紧地球，两臂拉开风，这冲破大家的视野，他目睹到奇迹了，越守江城，外城苦守。在山上的时候有我们自己存在的本质，但是那个价值不会变，所以当你来到山下之后，或者甚至你很厉害到国外留学，你踩在都是外国人的土地上的时候，对我来说那个本质如果你抓得住，那么你踩踏在任何一块土地上，那个感动是不会变的。什么样的感动呢？就是为了自己生存而奋斗的那个感动。外面读书，我都会很非常骄傲地告诉我是原住民，我是来自于哪里，然后我就是用我的生命去分享我自己的文化。